自己以为得到了，其实是假的。不相应行法是有这么回事情，它与心不相应，与色不相应，与心不相应就是与精神不相应，与色不相应，它与物质不相应，与心所有法也不相应。与现在的话说。 不相应心法，用现在的话是纯属抽象概念呐，没有实体啊！那我们往往执着这个东西，那就变现出轮回的现象了，你被它缠缚住了，你就出不了这个范围了。哪一天一下觉悟了，错了，这是个幻觉啊！你把它放下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 我们中国谚语有所谓：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”佛家常讲的习气，这就是习中性。那么在大乘里面，这习中性呢，当然你在大乘里面熏习很久，学习大乘经教。 所以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熏修真有这个中心，真有这个中心，它就起作用。起什么作用？《还原观》里面讲的无知六观，它就起这个作用。这个作用啊，就能照见五蕴皆空，能破见思烦恼。 如果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个见思烦恼到不了的，断不掉就出不了三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出不了十法界。那么在《印罗经》上所说的，是大乘，大乘有别教。 有圆教，《华严》都是讲圆教，可是，在一般呢。 所说的还是别教教义多，像《印罗经》上所说的，那就是别教的教义，因为它是三贤为重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断正功夫等于阿罗汉，他到什么境界呢？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。 那在《华严》里面呢，它是十性位里面第七性，没到初住啊，初住是正果了，那不是因了，这个十法界里面的佛、菩萨、圆觉、声闻，在这个大乘教里面都是因位，都是在修因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空观重要啊！研习空观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在中国算经典里面，它的知名度应该排在第一。很多人知道有《金刚经》，其他的经他说不出来，没有不知道《金刚经》的，《金刚经》破空啊。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叫我们修行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破四相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个四相，果然你看破了，不再执着了。
啊，无我相，不再把这个身看作我了，真的把这个身呢看成像衣服一样，我所有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把身看作我错了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修什么样的德行，什么样的这个好事啊，行善积德，果报都在人天，出不了六道啊！什么原因呢？把身当作我啊，一定要晓得身确实不是我啊，它是我所有的一部分，它不是我啊。为什么？身有生灭嘛啊，纵然像中国传统医学里面所讲的啊，《黄帝内经》《灵枢素问》啊，像这些里面所讲的，人的寿命呢，应该有200岁啊。那200岁还是要死啊。啊，有长寿的，啊，中国古典记载的是中国最长寿的人彭祖，活了800多岁。那这中国，在外国也有听说，也有一个长寿的，活了900多岁。啊，但是最后这个身体还是要灭掉的。啊，它不是永恒的，灵性是永恒的。啊，灵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此地讲的种性，这佛教名词。啊，种性。唯识里面叫神识，那是神识是讲阿赖耶啊，真的。阿赖耶为什么说是这个我呢？因为阿赖耶有我的习气，习种性虽然断尽的，这习气在啊，还有习气。习气要没有了，那就讲种性习就没有了。啊，就不叫习种性了，就叫种性。啊，或者种都不能有了，种有的时候种隐，隐现不二。啊，它不起现行，它不起作用。所以以前呢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，这是属于看破啊，学习空观要常常做如是想。我们六根接触到外面境界啊，这个境界是意念在起作用啊，意念极其微细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即物质变现成物质，形界有时啊，每一个物质里面都有受想行识啊，这个物质现在科学称为粒子，或者称它做光子啊，它是无常的，刹那生灭啊。佛法里面讲的生灭同时，生灭不二，就是讲这个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就是中心啊，常作如是观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他变现的啊，是他累积成这么一个幻象
啊，为什么这个现象千差万别呢？我们今天讲的是，你看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矿物，啊，有虚空。啊，这是波动的频率啊，不相同。频率慢的，就变成矿物，啊，山河大地；频率再快一点呢，就变成植物、树木、花草；再快一点呢，就变成动物。啊，更快的呢，它就变成光，变成电，啊，振动频率不相同，这个频率千差万别了，是这么个现象啊。能不能得到呢？不可得。这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一切法，啊，从我们身体算起。啊，我们这身体能不能得到？不能得，不可得。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不可得。啊，你要认为你有可得了，那是一个幻觉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你看讲得，啊，这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在大乘佛法里面。它排列在不相应行法，啊，24个不相应，头一个就是得，自己以为得到了，其实是假的。不相应行法是有这么回事情，它与心不相应，与色不相应，啊，与心不相应就是与精神不相应。与色不相应，它与物质不相应。啊，与心所有法也不相应。啊，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叫不相应心法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纯属抽象概念呐，没有实体。啊，那我们往往执着这个东西，那就变现出轮回的现象了。你被它缠缚住了，你就出不了这个范围了。哪一天一下觉悟了，错了，这是个幻觉。你把它放下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啊，所以身相是假的，与身相对立的，啊，才出现人相。啊，我人与人对立的就众生相，与众生对立的产生一个时间的观念，寿者相，寿者相是时间。啊，这些全都是属于抽象概念，你得看破啊！看破之后啊，这个执着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，这个时候。你立刻就还原了，啊，你的境界出现了，是清净心现前了。清净心是正觉啊，我们学佛求的是什么？啊，三样东西我们都有，迷了，现在找回来啊，正觉找回来了，啊，正等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先把正觉找回来。啊，正觉找回来了，来了，你对于一切法想法看法是正确的，决定没错误啊，跟佛菩萨看法是一致的。阿弥陀佛。